下边拉好累呀、啊，我多穿点衣服。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梅哥。现在呢，我带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边已经下雪了。最近，我们这边高速路上啊，都全部已经封路了啊，因为下了雪啊，实在是太大了啊。然后呢，又下的是冻雨啊，它那个雪啊、雨啊，全部下下来之后，直接就冻上了啊，已经成冰了。现在呢，我带大家看一下，看我的车到底冻成什么样了啊，因为。那天我没有把它开进车库啊，所以说现在呢车已经冻上了，完全是打不开了啊，残雪了，屋檐下面都是雪，带你们看一下，看车轮都淹了一部分下去了，很厚啊。很厚的雪，啊，看这个厚厚的一层冰啊，抠是抠不动的。这个雪经过昨天一晚上啊，就有这么厚了。然后你看这个雪都是这种颗粒状的，看到没？一粒一粒，一颗一颗的，一颗一颗的这种。然后我的车门呢、啊，已经被冻住了啊，车门被冻住了。这个好厚的一层，厚的一层啊，完全是这个门把手也被冻住了，完全是打不开了这种，打不开的，你看。厚厚的一层冰啊，那根本就没办法出去，那油箱盖也冻住了，看冰溜子，那玩雪了，一点都不冷。小梅哥，你提的啥？这是融雪剂，俗称盐。现在的话呢，我就往这边撒点盐啊，使这个冰啊化得快一点啊。这个是那个盐，啊，专门融化这个冰的。它撒了之后会化得快一点。这里因为是个斜坡啊，把那个冰啊要除掉，不然的话人啊走这里的话容易滑倒啊。这个是散装的盐啊，现在呢盐就已经耍完了啊，大家看一下它化不化啊，残雪啊，
看这个冰块，下面是冰块，上面是雪。忽然下的一场雪，飘的那么纯洁，将我埋葬在你的世界。冰封了一大片，看到没？这种是冰块，下面才是，上面是雪，下面是冰块。今天把雪给铲了，看到没有？